出租车啊！哎呀，我们已经开了。乖的，为啥是乖的？啊，你看，就看 YY 里面的名字，然后在游戏里面出租车。唐鑫，你别说了，唐鑫，你麦，你不停的说麦特别吵。这波是不是要跟乐美像上次一样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换了三个车，我都一个车。呀，我和完了，我上面广告牌没了。完了，没追，追不上。李哥出去了。哎，李哥怎么还不来？别！杨总的，你别吃苦，杨总的。哎。哇，可以。你脸上炸了。我，哎呀，我感觉我还能续。我还能续，哇，这么多车。没了。哇，他这个货得多刺激啊！悬停！谢啥？要被怼出去了！我的！哎呀，这咋了嘛？这怎么就爆了呀？我的，原地放了个烟花。放了，放了。哎，这水！哎呦，这李哥！哈哈哈！我下来了。我都快打雪脸上了，你非要把手放烟斗。大卡车得过他们呀！这，这水啊！我记得他了，你的在我点脸上。好像从上面下来的占优势啊！哟，大傻猪，你还想撞我？大傻猪，你撞得动吗？太服了！我好的车好变形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被这个大傻猪怼了一下，知道吧？兄弟，我们家，他们都家，我们家最牛的队，这家伙家怎么？这蔡徐坤想干嘛？哇！跳台魔宝，欢乐车。啥？哇！上去好难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左一右呗，配合完美的。跳台魔宝，上来我们下去好难啊！研究怎么说？老外这边要不要？再见。卡夫火累。是不是上面卡夫火了？对。因为我在上面死了。哇哟！我的啊，去谁啊？我应该还能上。我哦，悬停。哎，这逼我真的再来一趟。这给我撞！啊，我是滚着下去的。你还能滚下去？我都滚都滚不动。啊，下去了，出去了。倒下去了，没了。我又上来啦！我又上来了！哎呦，李哥，我怎么凉的呀我？那谁又问你了？这滚直接把自己滚没了，好卡活了，上面卡。嘿嘿。我已经上不去了呀！我活。腿上不去了，我出租车都没吃呢，你一紧呢，哎。哎，还能破起，可以。哎，我今天跑这么长，跑这么快今天。哎。你想清楚啊！我一个跳台魔宝，你还欺负我？这上面怎么有个飞机啊？在上边？装饰品。现在做图作者也要讲究美观，你总得弄点花花草草的装扮一下。卡复活了！卡复活了的，我死了一次，死了几次了？我死了一次。哎呦，五二，你有点吓人啊，五二。哇哦！见过空中飞车没有？我就是。哇！摆着你还给我是不是啊？啊！现在大家都是音乐车啊，可以，完美。完了，音乐车，我是老来给你们开路。蔡徐坤。哎。
李哥，我们卡好我呗，李哥，别乱走，李哥。我走着走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完美的。我走着走了，我跟你不在一个点。这个红色的是谁啊？RGC，RGC，我们卡好 RGC 啊。哇，这波操作完美。我不完美了。哎，完美，至少吃到点了，这舒服。来卡复活咋的啊？卡夫我走了80%。太虚快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个太虚快！哇，你没有！太虚快一抢我34了啊！太虚快啊！我每次都快抢我四次了，我都快到别脸上了，他给我抢下去了。我刚才在别脸了，那老毒瘤了，我跟你讲。就过个窗户就发现的话，待会儿管了，再给我抢回来。哎，你都往哪儿飞呀、啊？这都是。哟，毕总，哟，哎，毕总，哎，走哎。现在都花吃好多个点呐，我这个点都没。走哎，哎。你的机枪把我砸下去了。他那是变那个车了，我还是这个板车。我法式大长棍落地炸了。这是卡烟了，现在你是不是想不开啊？现在谁呀？这个复活卡这里很难受的，我这儿。没事没事，李哥你多死几回就不扛。太肥，我每复活一次要扛个两三分钟。你咋没有怼我一下？走位，走位。哎呦！哇，这个跳腿魔宝。哎，出去了！哎，得劲啊，这一波！倒数第十次，哎呀，爽到没！哎呀，包子别怼了！谁的跳台魔宝好多惨的？我躲我还不行吗？你躲都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还躲还不行，躲你都躲不掉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太难受了呀！哎呦，你第十一名了，我都是第一名过来的。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一直在翻滚啊！都是爆车了，没有啊，这车开路，半车爆车了，出去了。哎呦，撞到腰子！你看见？看我说啥了没？我预警我都没说啥。我预警，我哪换了？我还是前面的预警。那我还是第二个点呢，你吃了几个点呢？我的几个点呢？我，你还预警？我你看，我要上去。哎哎哎，可以。哇，这大光哥从哪来的？哎呀，能不能行了？能不能？对那个骰子，还有那个叫啥？那个太极棍，这两个不错。放我儿子啊！哎，我就这个假的，别让我被电光石跳跳魔宝，我跟你说，别让我被。原题完了又要卡破我了，这是谁啊？死这儿了，我又死了。杨泽泽开道，杨泽泽，怎么又炸一个？又死一个。有的说我又卡破我了，因为他轻一碰就死了，这玩意儿。你如果记得姿势不对。这矿车有点难受啊。这矿车好像是怼谁怼不过啊！我卡不活了！我不！李哥，这两个矿车不要往下走啊！哎呦，哎呀妈呀！
我倒车吧，倒车倒车，来来来，谁顶着我，谁谁。我倒车。好神奇啊，全部摔下去了。哎，又倒车了。你刚刚不说说倒下，我有。李哥，你无限刷负我是吧？我刚才被顶出去了，我有视频作证，我被顶出去了，我操！逮着毛。天天你有视频作证。刚才直接飞了。来嘛，来嘛。都快到点了，他。悟空，就你这小车还要跟我刚？我看了，你一次了，你要再一次就第三次了。我刚是被怼出去的呀，我又不是我干嘛要怼呀？他那个我又不是那个，一直在。喂，你小心我把你压爆了。别别压我了，我要死了。没想压你，这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？车都被压瘪了。这公交车挺别致啊，这公交车。把我头上的卡拆了，我这谁又下来了？哎呀！这小摩托都变了。我一直都冲不上去嘛都。我发耶！太难受了，刚才那个皮子，算了。这矿车辅助已经好难受了。怎么还有音乐车呢？下来了，哥！哇，又把我弹飞了！哎，停下来过，我的每一个都死过。李哥，哇！啊，花出去了！你看我在哪儿？这怎么堵车了？你叫我这个五二堵啊五二，哎，堵，继续。我是倒着地滑下去的，我这是。我帮你，别怕。呀！哎呀，我不想下去，我刚上来。哎呦，我车呢？我又被铲飞了。超级小火头 ，nice！ 我不想下去，翻个身，翻个身，翻个身啊！兄弟，快走啊！五二，你快走啊！你死亡了。你太墨迹了。我帮你啊，你走快点。你看，你这是不是速度加快了很多？哇，我下去了。小波，我知道，我控制不住。我全程都在飞。哎，我觉得要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又被怼下去了。我又，这公交车也太惨了吧！太难受了。妈的！哎呦，哎呦，又。我下来了，两个大货车。我下来了。他来重走了。哥们飞哪去了？哥们。还有啊。哥们飞哪去了？没充吧？怎么还有充电宝？哎呀，我在点点上炸了。旋转跳跃，我要飞到哪去？哇，我以为我那一波秀飞到点上。那个跳电宝是不是你啊，李哥？不是啊，李哥搞变了，悟空我不知道谁。悟空那个。哇，这是不是你哇？对，我被跳台风把腿飞了。一个点卡一个，是一个点卡一个。没事，我继续帮你啊。现在我差下子飞。啊！我帮你了。我完了。这个公交车必须得正着走，只要一磕一歪就没了。五二，这公交车得翻的。这谁啊？我五二。干啥干啥？你们这群人，公交车你们都坐，疯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故意撞我！你说这车怎么撞？你是刚故意撞我的，才控制不了的。那你不撞我能控制得了吗？真的是，这老车。哎呦，大货车为什么卡住了？大货车能炸吗？哎呦，这个哎呦，这必须得悬停，不悬停老容易出轨了。尖锥魅影，这个异形我哭了，他车头一翻就调不回来了，哎，
我好像又没了，我又，大哥大哥救一下，大哥给个面子，哎，谢谢，哇，这次哥没白救。打针。我的妈！看那个块，哎呀！这杨德德怎么又来了？刚才又他撞的我，好像。我啥呀？我都这块太难了哟！怎么悟空还开摩托车呢？悟空。我都推了，谁走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别闭嘴，大哥。动了，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，好吧。哎呀，终于脱离苦海了！压死一个人，飞下去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别脱屁股啊！他从来也不会堵车。那没力气飞呀，你哎！我在飞呀、啊。骰子，你灵魂夺夺，这真的毒了！哇，这还是新 boss， 复活一下吧！哇，这不行，绝对命对不喽！哎，竟然能对着！就你这公交车一样撞我骰子，我真的是！哇，什么情况？肯定没换车呀，这换车不起来。太长了，他这个不能把尾翼放出来，放出来的话容易飞起来，控制不住了就。我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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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。哇，你这全毒瘤啊！哎呀，我这公交车飞得太高了吧！喂，你给我等着我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管你飞不飞，你撞我！高的太强了，直接飞到叠脸上，行。这么大一颗，我看得见。我倒数第二。哎呀，大撞车啊！哎呦，悬呐！刚才，哎，给我差点没了，炸！别下，我别往下炸了，别下去，我控制不住。我，别飞！我操，坦克可以啊！哎，你差点在空中打到我。我吗？那不是你吗？你蓝色大王的。蓝色的，我是黑色的。李哥，走你，李哥。我是在走啊。我刚才怼了你一下，你谢不谢我？哎，你这个笨鸟，丑爆的。哎，还好。我是啥叫人家丑爆呀？自己在那里，这不是自己在那边滚。哎呀，太毒了，毒瘤啊！啊，我又猪又没了。我不哎。炸了！哎呀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就这么一个小。出来了！哎，来吧，我都被怼到第九了。大傻猪，你这个操作我看到了啊！哎，恶毒，坦克，要不这哎呀，没，我怎么炸了呀我？你给我灭了！我想灭你炸了呀！你哥把你杀了，我真的把你杀了，李哥。没有，他自杀。小波出掉了，李哥。怎么又出去了？哎呀，这跳台猫宝子真的烦人。我刚才好像是我这个车撞着你车了，把你撞炸了，我也炸。杨哥炸有人。李哥，你看李哥在，是李哥跳台宝宝吧？我看到了，又在那钻裆呢。放车背影是点脸是干啥？哎，我又炸了！这公交车怎么这么脆呀、啊？这是。我靠！哎，飞上，你飞上！哎呦，差点回来了。可以。
哇！哇，谁的轮啊？谁轮没了？哎，小波，哎，不操你！想干个坏事，但是看你到点点了，那就不干了。这飞飞的，这个应该是飞飞的。走！哎呦，这公交车飞的老吓人了，看从这个视角看。他那是摩托车，上去给我干的，上去给我干。刚才公交车一波飞到点点上，那个贼高。耶，想撞我，嘿嘿。坦克了一个。妈的！冲，小波！李哥在这对面来的。撞车点脸上被干下去三次。李哥，你刹车，李哥，你说你刹车。你别刹车，先走，小波。这唐装爆了，刚才。哎！哎！我又飞了，我又飞了。我也是，我出轨了。哎呦！复活。要再迟点把我搞飞，我应该都是能飞到点脸上的。又卡复活，哎呀，这个不是很爱。哎呦，后面一个坦克虎视眈眈啊！好快！你我干啥呀 ？LGK， 老几？我又出去了，这坚贞运营不好下，他快乐不起来啊！他倒过来好像就翻不过来了吧？过不来了，往下走，倒着走，我一定是倒着走。你才滚着走了，这才。坦克为什么自己跳了个舞？到底还来个拖鞋？这个也怎么滚着下的？我一直在滚，哭了呀！尖尖妹也不好下，我感觉下不去了。这完全就是自由落体呀！我这个是李哥吗？我自由落体，跳台萝卜拍的。又是跳台萝卜，公交车是变形的，公交车。李哥，我看到李哥跪掉在了。我，哎，我要回去给他一个。自由落体，我这个是。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。谁呀、啊？我。玩，好玩吗？你不能那样怼，那样怼我们都会没的。别学习平啊，我真的知道了。小布，哇，你都吃到点了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别的啊？我吃到了，我滚下去的，我一路滚。我滚我都滚不下去，他帮我铲飞的。坦克，真滚了。哇！哎不用回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回来了。你哥在下面，你哥。哎，老妹。果然是摩托车。我没时间撞你。哇，我怎么炸？哎呀，终于变车了，快乐起来。哎呀，又被怼出去了，根本就不在轨道上面。这么脆呀、啊！老妹，带我走，老妹，来，大哥走。他换车为什么？谁的这个麦好吵啊？谁的麦？谁的麦？看一下，给他弄一下。你还让我带你走吗？来嘛，谁怕谁？你们谁出去看一下这谁的麦？进来的黄马，很好啊。对，我们先等一把。就卡住了。大傻猪，你的麦吗？大傻猪？不是，放音乐了吧？我没放音乐。哇，这坦克！我把麦关了。来，我带头冲锋。前面那个塔的后管，后管，坦克一下就死了，撞一下就死了。我的轮呢？能不能让我滚下去啊？我想滚下去，我不想再飞出去了。这好多，撞一下去。尽管他旁边那护栏也死了，一插进去就。他们又冲干嘛？看着又要冲了。别怼，别怼，别怼！快了，你加速来完赛。这个太慢了，下去就完赛。要被惨了！哎呀，这跳台萌宝好烦呐、啊！虽然说快乐，啊、但是我知道谁的了，乐美，我知道谁的了，乐美。嗯，压季来了。哦，
哟，鸭鸡放出来了，鸭鸡。鸭鸡，一克呀，来了。鸭鸡，你把麦调调，鸭鸡。吵的。你这麦还是一直在那边烂。我的干啥呀？嘿，跟你们难受了。控制不了了，我现在。我怎么还在真心顶干了？我这就这一会儿没被怼到第十了。开路，开路，开路，开路！开路，开路，开路！叫我干啥？闪着开路，他就很马子。干啥闪着开路？活该！你们怼我的时候呢？开路，来路！哇！这个我是的。我等的。我的妈！你跑啊！没有哦，那美把我顶得好高哦，但是毫发无损。哦，最后一个点了，不完赛了。毫发无损。快乐车了，还是快乐车？那你还是完赛吧，你别在这快乐了。对，你别祸害我们了。快乐，我就一路快乐。别别别，我就一路快乐了。不打又飞了，八点。这个大汉光哥又该坦克了吧？哎，嘿嘿。我们那个应该是个。哎，我也快乐去了。哎，我的。那还没休息就被。对呀，啥情况啊？谁轮胎掉了？又出去了，我操！又老出去。这边对面怎么这么喜欢出去啊？这边，我这对面都滚下来的，你还要这个什么？我那个是啊，继续快乐，继续复活的快乐，复活。把悟空踢了吧。别呀，我反正中了悟空。那你就别在那个跳台摸宝怪外面难受了，你完赛吧。完赛。都说了不要恶意刷复活，你还在这儿。他说了，你那边飞好高的。我的这坦克屁股着地就炸了，炸了，屁股着地就炸了，一下就炸。哎呦，悟空啊，又把我那边又起飞了。冲个嘛，你冲，你等会儿，你顶我干啥？你把你那退烧针给我挪远点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又滚下去了？姐呀，快快快！快挣回来，挣回来，挣回来！对，挣回来。悟空，你又上来了。你完赛不完赛？你不完赛，我们套了。我轮子没了。没了。你活该，你真的，你在这。我感觉这个追捕 M 开头的也是完赛了吧？莫小，425级的。都不认识这个人。别刷复活啊！应该是完赛了，他老子跳在摸摸都第二名了，你该完赛你们完赛，正常倒计时。你别来了，悟空！哎呀，这个人刚才轮胎没了，走不上去了。你哥，我看我没怼你吧？我刚才怼你就没了，你哥。过你，我怼不过你了。刚才我直接喷一下你就没了。你们这给他钻裆钻的没完没了了。吃到点了呀！下来被抢谁的嘴？你要上来，我就先上去。老板，老板是不是啊？老板，嘿嘿，小抠我渣男。飞飞，我别怼了。飞，五二还在那里滚，五二，五二你怎么还？我还在那滚呢，还说五二。五二那光头，我觉得五二那光头变了好久了，他还没滚下去。你看又来个跳台魔宝，我看看你们这些跳台魔宝都谁啊？我变成坦克了，来骂别骂，来骂！蔡宇坤，你怎么又复活了？哇，又没轮子了，被你丢下了又没了，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你自己往上凑的，肯定是的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感觉悟空这，我感觉悟空这个毒瘤是自己把轮子卸的。他自己往车顶上，肯定没轮子。被你这压轮子压没了。这卡死我了，这滚都滚不上去了，好像死了两次了。啊，爬不上去的，刚才我把没轮子就爬不动了。你已经上不了了，刚刚悟空都爬到顶上了，你已经到顶上了，为什么还要过来不？他那个轮子可以走的，他还有个轮子，他复活了，他走不动，刷复活。哎呦哎呦，哇，可以。那上次为什么我这个跳台魔宝两个轮子我都能玩，能进去那个点？他去怼顶了，最开始。他就这个矿车都被怼无害了。哎呀，我上去这么难吗？哎呀！完了，他们去等你们了。大炮都逃命了。
你就该完善完善，你不用等我们打的，等我们的名义在这刷刷复活。我撞了没有啊？你这个人，你想不到啊！我没撞你。你那个就是完善。你这个人把人想的恶毒的。你就很恶毒，你没什么意思啊？别死了，你死了。对呀，谁搞的？快快快快快上去！快上去！快上去！快来提高。用矿车，我的天，可以。我也变成。那别完善了，等我完善倒计。倒计时吧，完善。你不该完善，完善啊。完善完善。来完善完善。恶意刷复活的，我们下回就立个规矩，直接黑名单解。我是谁？大矿车，圆不住。我来了，大妈。这谁呀？这玩在干嘛玩？玩滚东西一样，你再滚出去了。我把枪拆了，我复活了，我这不行了，打什么呢？我复活，我公交车，我太操了都。啊？那个点十五分，得劲啊，大哥都。不得劲。这车屁股显示器别抽了，我们俩差点没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没有，还有，哎，还有。大黄的小屁股都没了。李哥，我本来能正着的，你非得要给我怼歪了。这加速带的嘛，你没听到吗？我没听到。你看你还捅了一下，你还没听到。那么大个加速带还没听到。你看，这 LGC 出的哟。来了没？咱俩一起走，我们把路给封了。这谁啊？躺你脸上了，你不撞他吗？也想出点了他，他撞下去了。我不能跟你一样恶毒。撞我喊的啊！撞我！你这是毒瘤。啊！没了，哎。骰子，跟李哥，你们俩，我感觉就是一种兔子说和尚的感觉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是李哥，这种货得头该完赛就完赛，非得在那刷斧。完了，跑完了。别完赛，卡黑屏。得跑啊！第六。那没第。